小豆红是吧？哦，有问题吗？都可以讲。今天是大年初二喽，看一下我们早上起来就烤糍粑吃，然后开启我们的拜年模式了。看我买了这么多漂漂亮亮的礼盒，花几块钱装红枣、核桃和我们自己做的小零食，装上这个礼盒里面。去拜年啦，每天就是吃吃吃，现在。 要保持身材，宇哥，要控制一下，你要记得提醒我啊。嗯。看到美食，我 hold 不住的。<笑>没事，吃了才有力气减肥。哈哈哈！在帮婆婆打包红包了。<笑>准备小仪式。嗯，然后我跟宇哥就给外婆准备一个，今天是先去宇哥的外婆家。<笑>好的，可以的。好。 那我们把这些打包起来，看一下我们篮子里面有什么东西。六个糍粑，然后呢，一块腊肉，还有三根香和纸钱，还有这一块呢是给宇哥的小舅，呵呵，总共有两个舅舅家。嗯。篮子，新年去拜年，你一定要用一块新的毛巾把它盖住。然后我们去拜年喽，到外面再买一桶面，这必须的。 然后酒呢没有瓶子装了，也买一瓶酒，还有鞭炮，出发吧！<笑>来了，拜年喽！<笑>姐姐和妈妈嘞。 到宇哥的外婆家了。嗯。拜年。你看，外婆好慈祥。小妮妮了。做梦了，我这样走。哈哈哈哈哈哈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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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哈哈
对，哎呀，大花鱼，河鲤鱼。你看，这吃货就是来看吃的。哎，哇，你们还做了蛋卷呐、啊？这个好吃，媳妇。我要吃一块。哎呦，你看，这么漂亮的腌酸鱼，还有折耳根。今天全部吃生了，变野人了啊！哎，老人没老人进来哦。嗯，全部进新房了。啊，野人冻啊，现在新手啊，先生。姑妈。妈是妈，冻美女过火不啦？新手、啊。款不款？甜不甜？甜。新年最甜了、啊。年年有余，要不要帮忙哦？玩具的，哎嘞，再来看这么多虫菌啊，你们两个找的多咯。我吉利嘞，我吉利。酸鱼啊，又酸鱼，这么大一个。今天这个特产是真的是太多了。那我等一下又是长胖多斤的节奏，我在想了，这肯定控制不了了。我要紧咯，就零食一个份都不要嘛。阿姨。哇，一起在这边围炉烤火呀。姐姐嘞。哇，婉儿，你什么时候过来啦？你看婉儿穿的新衣服哦。妈妈嘞。哈哈哈。哎，小伟妈，烤辣椒啊。烤辣椒。烤虎皮青椒。嗯。好香哦。最好吃的。哎，辛苦了，我们就坐等吃了。吃饭啦！摆桌子，好丰盛啊，宇哥！哇塞，还有火锅，这么丰富的菜，哎呀，我减肥可能是减不了了。用烤不呢？我们要多烤一点这个鱼，太香了。
我是喜欢生吃，但是他们要吃这个烤的，也帮他们烤。哎，你住哪里呀、啊？我等一下嘛。烤鱼你吃不吃？烤鱼哎，烧烤哎。酸的，烤酸鱼、啊。对呀、啊。啊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阿弟，我等，我等，阿娘的，阿娘的，妈的，待够了，待够了吗？叫我太婆吃饭，坐桌子吃饭了，让太婆吃饭，啊，吃饭了，哇，这么多菜，哎，老板好，最香最香喽，哎呀，太低了，糊掉了。闻了那个香啊，好香啊！哇，闻了这个味道香。为你了，把鸡放来了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烤一边就好了。哎呦，拿一个给太婆看看。这太香了。太多了。太多了，你吃不吃？蛋包。不走。哇塞！哎呀，哪个蛋饼当做的？我是来了，老哥。哦，好的。啊，这不哇这么长，给人家站起来，要拿梯子来，来过来。那扔脑袋啊！一点都不能这样子扔脑袋，拿到底。哎呦，你妈，坐起来，坐下来。来了，吃饭了，吃饭了，太丰盛了。我先喝一点这个菌子汤。这个是野味嘞，我们家的不知道有没有，有没有宇哥？不知道，有点大没？可以，妈妈你可以帮我打一点。大没啊妈？没有。好、哦，好、哦，帮你打点镜子吧。要哦，要镜子好。好香的镜子哦。大家快点收，快点收，来，好热闹哦。阿姑姑在上面。阿姑。娘他妈在讲娘哦。娘喽，就忙着先提了嘞，小鸡哥。鱼哥，你先吃哪个？先吃哪个？太多了，吃哪个的？对，太多好菜了。看，我们来鱼哥外婆家两桌满满的。这个烧辣椒。哎，你们少吃点嘞，我也要来嘞。哎，玉金呐，你又找红包啊？哎呀，一姐你说谢谢了没有？啊，儿孙们都好孝顺，对，外婆收了好多红包，现在阿姨在帮她亲。送奶奶的，没搞恁恁的，奶奶奶奶的养你。那老板在哪？我来呀。成了，成了。正常，我们要走了。正常了，我来了正常了。宇哥，再坐下来喝一杯啊！啊，算了，喝不了了。老婆在后面呢，现在才拿出来，哎，人家都已经吃饱了，吃饱喝足了。好吧，你们不走。啊，婆婆还在啊，我们晚上要去外婆家，完了婆婆还在她的娘家住一个晚上吧。哦哦。哎，再来两桶嘞。来了来了。拜喽。宇哥。嗯，我今天中奖了，怎么了？好久没穿这个高跟鞋，刚才我们走过来，那里有个水坑嘛，又有车子过去，我就让一下，结果躲闪不及，摔了个四仰八叉。可惜了，我妈买给我买了这个衣服，我妈第一年出去打工，她回来之后很兴奋啊，挣了一些钱嘛，就给我们三姐妹一人买了一件衣服，结果给我买个这么大的，我就去买了这个高跟鞋来配。结果呢，哇，就变成这样了。真的是我没有享受的命，我觉得还是要干活，摔得我屁股也痛，到处都痛。